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chael。 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祝你们如鼠般摸出自己感受前程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，耶、yeah！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原因，我相信今年大家应该和我一样在家，每日睡到自然醒，每日体重增加，每日看日出，每日看日落、啊、好了，接下来振奋人心又紧张时刻就到了，拆利是由于今年的疫情散播得特别快，很多家庭聚会都取消了，所以很多亲朋戚友今年都线上发红包了。讲到广东的利是，便是八方人成封二几百元啦。广东人封的利是都是封个好意头的啫，乜十元啊、十八元啊、二十元啊、分一元啊。废话少讲，我哋正式开始。好多啊，好多噶啦，你睇，哇！由于时间关系，将呢几对分晒出嚟啦。我今日开始正式拆利是啦。咁我哋开始由细最细封开始啦，系咪先？啊，好细，几钱啊？五蚊，五蚊啊！加通你分，大家啦。哇，20元发出来，5元，即系5元啊，俾俾我几钱？啊，10元，可以。一共表姐嘅，好得意啦，我系王子，青蛙王子，点？多啦一个，5元。我大啲咧就系、是、得意，即系如果封嘅时候，我都会封呢种或者封嗰啲比较好好行嘅，连个都嚟先，一碟鱼一条鱼入边，好啦，10元，一条鱼值20元，街市买餸买条鱼20元啫，跟住十公即系啲嘢唔够嘅，咁当等此事有掌声。张红啊，轮中啊，轮中，我这个不一样，的，收過最大封的封利是，即係廣東利是幾多？所以問你話，我哋下次見，耶、yeah! ！